大家好，我是农园拍客小飞。现在都是抢收抢粽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来拍这个粽小麦子。我不吃了，去给你拿桃木了。你就老色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从哪来的？啊，你们跟谁做啥好把戏？俺家等着吃过黑饭，上俺家等着回去。要是能下午再杀，对，下午三回，三回搁那换了，还没够到呢，那还要够没有用啊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只要有地界的，没有用。这不就这一块？这是四十斤，这还定四十。你多少？你多少？我那反正不够，我那个你吃两个能用的。多少斤？我这全是到四十五斤，这四十斤。嗯。告诉两个人，你这讲吗？那两家那里我保护我，跟我本地的一样。嗯，就是连那个连那个不负担的，对吧？人家不是团的，那也过来。2022年不干，还说2019年就不干。2022年不干，2023年了。